本庙寺是熊本城城主加藤清正公的庙宇。从仁王山门沿着长长的石台阶上山，陡峭的山坡的两侧种满了樱花。每年的7月23号是加藤清正公的忌日，该庙都要为他举行法事。这一天，姑娘们身穿夏日的和服，格外显眼，形成了熊本市夏天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